大家好，这是 Newark 的 Memorial High School， 然后这边是 Homewood， 往这边走，这边是一个 mall， 水饺大王，这是狮子城，有这种烧烤，汤司令烧烤。我们来看一下星巴克 coffee， 台湾第一位。因为不到十点，所以还没有开。比然尼是印顶苏西，这是印度的苏西。Open 已经开了，这是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。这是牙科，New Life Spa Skin， 十点到九点，这是台湾第一位餐厅。这有和风抹茶。木木茶，这是有点印度啊，有点印度的风光。汤司令烧烤，新疆烧烤，这是新疆风味。新疆的烧烤，No class time， full body， 六点八点，这是健身的九儿，walk in welcome， beauty salon， 美发美甲。尊重布拉瓦，这是餐厅，扶到我家，扶到我家。这是餐厅，现包现点，手工擀皮儿，韭菜盒子，馒头包子，花卷烙饼，鲜肉鲜菜，层层牛肉饼，层层葱花饼，灌肠小笼包，各种手擀面，北方卤味小菜，水饺大王。Bland service， 这是服务血赞，服务 American Red Cross， 红十字会，星期一的星期七点半到九点，这个红十字会，这个是超市，这是超市，这个是什么文呢？印顶啊，印顶 surprise super， 这是印度的超市，印度人的超市在这边开的，等于狮子城是一个结合，是大家的结合到一块儿。 coffee daily frozen， 这边也有洗车的，加油还是洗车，这边洗车还要排队。可看多么的繁忙，这个餐厅是什么餐厅？大家可以在这里吃饭呢。听到广东话，带着狗来。餐厅，
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 ，open。这有餐厅、锅物、香喷喷的木桶饭、冬阴功十斤锅、汤姆云坤、番菜鱼汤健美锅、咖喱鸡肉锅、hot pot。配菜是豆腐、大白菜、粟米、蘑菇、西兰花、红萝卜仔、青葱和芫荽，香喷喷的木桶饭，配南汁生菜、冬菇鸡球、豆豉排骨和榨菜肉丝。这个是锅物，黄毛鸡猪肚宝、云吞鸡锅，有草芥兰、红烧豆腐、凉瓜、炒蛋、牛肉、炒糖芥兰、鲮鱼松、炒石菜、葱油黄毛鸡、梅菜斑球、榨菜牛松豆腐、蒙古牛肉、凉瓜排骨煲、蒜子斑球豆腐煲、菜胆云吞鸡锅、瑶柱蛋白八龙利、生菜牛肉煲、铁板大千海鲜、铁板黑椒牛嘴骨、猪肚虾、牛丸鱼蛋、鱼脯、咖喱鸡肉锅，15.98元，鸡肉、鱼头、番仔、番菜鱼健美锅，厨师精选，黑椒汁煎牛仔骨，招牌烩牛尾，吉列石斑，猪八配制米针，蘑菇菠菜焗双鱼，海南鸡饭配南汁生菜，日式姜汁煎鸳鸯扒。不一样，鱿鱼，路上一品锅 ，meat hot green， 精美的早餐，8.5元的早餐，中式粥头，鱼片粥，阳光早餐，行程早餐，特价小时。挺多，各种都有啊。这个是做 hair spa， 头发，做头发的。这是做餐厅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也是餐厅，做吃的多啊。Lady Me， 新移民教育中心英语速成入学申请，这是教育中心。李一记生煎馆，这生煎的，做生煎包的。这边等于是空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店铺招租，佛兰。租金合理，有意者听，可分单位出租。挺大，这个厉害，挺厉害。这边是 school 啊、哦，这是学生的辅导中心，辅导计划。华人重视教育嘛，所以他是配合这个辅导中心，这也是学生的辅导中心。Hearing come June to team, sound like you. 好嘞，屁股在哪里？Happy room， 这是，然后店铺招租完了，这一片不行了，这片狮子城这个不好了。Open， 这是灰减乘除，哇，这也是空了吧？
会剪成竹，这是这是卖水的，供应水的，有 water room， 买水，大家健康买水。这是菜吧，这是越南河粉，越南河粉，然后这是菜在这儿，新疆美食，新疆美食。苏西，新疆美食，这是 tea station， 这是茶馆，这是卖茶的。density， 虾 up smell， 这是19.9啊，走路，然后芝士城。豆腐，豆腐屋，做豆腐的，大的豆腐，做豆腐的，豆腐屋，豆腐屋，豆腐屋挺大啊，各种海鲜豆腐配豆腐，素配肉，这是挺好的。Sweet in Newark， 绝对之能。泰国风味，泰苏西，这是泰国的苏西，6066。苏西各种都有，日本苏西、泰国苏西，很多都是华人开的。大家不拘一格，通天阁苏西，艾扎卡亚。这看着像日本的苏记，实际上是华人呢，应该是华人。一呀，这是狮子城 land， 东方行狮，所以美国这边这个狮子城比较多呀。汉牛书店，这四个火是两个盐是啥？不知道。好，就到这里。